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高 Sir 正能量嘅时间啦。小市民凭良心做实事，讲真相啊！嗱，今集咧高 Sir 将会同大家分享咧，黑暴可耻，连伤健人士都唔放过。你哋对社会有啲咩贡献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咧留言、订阅、赞好，同埋分享高 Sir 嘅频道，好嘛？咁啊，嗱，首先喺WeChat 新闻之前咧，高 Sir 想呼吁大家咧去支持一個行動啊，就是因為咧今日高 Sir 咧喺街站咧都有直播嘅時候有同大家去講過啦，就是因為高 Sir 咧同埋阿 David Sir 佢哋咧都發起咗一個咧叫守護香港嗱，做個醒目選民致電檔嘅行動嗱，即係我哋希望咧就係保住35+啊嘛，咁到其時咧即係譬如大家 click 入去個 QR code 之後，咁或者入嗰呢個網址之後，咁咧到其時咧就會有即係填咗相關嘅資料咧。咁到其時咧，我哋到其時會有定期會有啲資訊俾你哋嘅。咁啊，俾咗資訊俾你哋可以點啊？咁到其時咧，大家咧就有策略地咧，我哋保住35+啊，希望咧即係為建設力量做一點。一點點嘅工作啦，即係希望，即係唔希望攬炒嘛，大家都係嘛，希望大家配合嗱，高 Sir 咧即係之前係擺嗰個選民街站啦，咁嚟緊成個五月咧都落到去街頭上面咧，就會去做呢個行動噶啦，咁啊即係都係一句啦，即係無私付出都希望建設去勝利嘅啫，好嘛？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咁另外咧就係咧相信各位網民咧都有去開始咧就做嗰個登記網上登記咧個派口罩嗰、那個活動。咁當然啦，即係有啲網民咧就話喂。點即係唔識登記喎，咁其實咧好多上邊嘅網址啊，即係好多個我哋叫新聞啊、01啊啲都有教大家咧點樣登記咧做嗰、那個即係攞口罩啊，咁其實咧高 Sir 去睇過或者試過咧，都係跟8步驟嘅啫，咁8步驟咁啊，即係高 Sir 咧唔喺度太長講啦，因為即係好多新聞咧都有去報咗出嚟，咁啊希望大家都係可以跟住呢、這個。8step 咁去做，咁啊當然高 Sir 咧就有 cap 咗啲圖出嚟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回顧翻，係啦，好嘛？咁啊嗱，今日 recap 一下少少嘅新聞先。嗱，首先咧即係我哋講緊一班即係嗰班咁嘅暴徒啦，係咪？咁啊之前去犯咗事，咁啊尋日咧就出咗有個新聞就話咧破壞完啦，通常咧佢哋係閃噶啦，咁啊有46個咧示威者去到加拿大啊，尋求政治庇護。嗱，即係講真咧，即係你大家都成日都覺得，喂，歐美啊或者美加就口口聲聲咧就話叫你去爭取自由，但係實質到最後你去著草啊，去到嗰邊嘅時候，佢哋梗係唔理你啦，係咪？咁呢個第一啊，即係第二咧就係咧，喂，大家如果喺即係背負住一個罪名而去到外地擔驚受怕一世受怕嘅話，喂，大家個心安唔安樂咧？你班年青人啊，第二就係咧，當年啊有啲大毒枭啊、大罪犯啊，即係講緊著草離開咗香港啊，去到臨終之前啊，佢哋最大願望啊，知唔知係乜嘢啊？都係想翻嚟香港，有機會翻嚟香港啊！喺香港即係寧願啊，即係嗰個死啊，都要做翻自己香港嘅香港鬼啦！我哋咁講係嘛，都唔希望做外國奴啊！係啊，即係香港咁好，我哋中國咁好啊！即係嗰個你哋都唔去珍惜，情願咧就做走狗啊！咁當然走狗嘅下場咧，咪好似黎智英咁樣咯。咁當然咁啊，另外我哋再睇啦，就係咧台灣啊，今日啊有一個咧，又係台灣啊走咗去嘅暴徒啊，即係嗰個對女性啊，就係嗰個21歲咧潛台台灣啊嘅青年，咁咧女呃家長嘅錢豪花啊，跟住咧。就涉嫌性侵女手足啊，跟住喺台灣被捕。
即系话咧，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系嘛？即系走得最前线呢班咁嘅暴徒咧，基本上咧，我可以咁讲，沉迷享乐啊，同埋即系俾美国啊，即系我哋叫外国势力啦，或者啲政棍喺度荼毒、沉迷酒色财气，系嘛？咁基本上就系用酒色财气去点一班嘅后生仔去。即係嗰個我哋叫荼毒一班年青人，以為咧，喂，上去爭取自由、搞抗爭、搗亂香港咧，就有天使食啊，跟住有錢啊，無端端不勞而獲有錢俾你啊，即係咁跟住咧，佢哋咪習慣咗咯。結果去到外國啊，潛逃去到外國，咪又係想做翻同樣嘅嘢。但係當然喺外國嗰個執法標準唔同啊嘛，係嘛？一定係拉硬你哋，係嘛？好嗱，今日高 Sir 入到正題啦，啊，即係嗰個啊，頭先所講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嘛。嗱，高 Sir 可以咁樣去，就算年青人都喺度喺面前啊，我都係咁樣講噶啦，各位年青人。即係尤其是出去衝爭取自由嗰班你哋班 PK， 第一你對社會有咩貢獻？第一問一下自己有咩貢獻。如果你讀緊書嗰啲，更加要問一下自己，你對社會有咩貢獻？係啦。第二就係咧，你對社會有咩勞動力？有乜嘢付出過？你有好重大嘅發明？你有好重大嘅劳动力，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对社会嘅建设毫无付出，丁点儿都冇付出过，跟住你走出嚟，去话争取自由，你打烂晒香港嘅嘢，跟住打一啲无辜嘅市民。剥烂晒啲嘢，影响香港嘅经济。你哋有啲乜嘢嘅贡献？同埋第二，自由系啲乜嘢嚟？你讲俾我听，完全都讲唔到嘅话，麻烦你哋收皮。犯法一定要接受法律嘅制裁。一哥所言，有生之年无论怎样都要拉晒你哋，尤其是拉咗班煽动者。高 Sir 亦都系一样，有生之年话俾你听，都要同黑暴你哋班黑暴对抗。第二，点解高 Sir 今日咁兴？就系咧，琴日我系讲紧喺香港再出发啊嘛，系咪？香港再出发呢个 program。嗱，好簡單嘅啫，有1500多个我哋叫發起人，係咪？聯合發起人，咁咧今日相繼性地咧，一班發起人咧就俾人起底啊！即係嗰個我見到咧，就係喺阿仔揾老豆老母，就係咁起啊，起底啊嘛！即係人哋發起一個對香港有建設性嘅活動，係咪？想重建香港。冇话想仇恨啊！一啲黑暴想挑起一啲嘅仇恨，冇嘅，完全系话想重建香港，修复香港，重建香港嘅经济，系咪？跟住仲有俾机会俾你哋班年青人，结果你哋点啊？起人哋底不特止，喂，相见嘅都唔放过，相见都唔放过，一位相见嘅前辈，喂，佢啊！自己相見，喂，大佬佢自己都仲創咗間公司，去請翻一班相見嘅朋友仔去工作，跟住仲要咧，佢自己有個相見會，去提供一啲職業機會，去俾一啲相見人士。喂，佢哋都係希望有手有腳，雖然殘疾，希望自力更生。點解你哋連相見都唔放過？你班仆街，真系正仆街嚟噶！你哋对社会有咩建设？毫无人性！你自己问心啊！你喺摆嗰个商界朋友嘅资料出嚟啊！之前啊，
你哋有冇问过啊？问过自己啊？有冇问得过你哋嘅良心啊？喺香港啊，疫情咁严重嘅时候啊，你哋做过啲乜嘢啊？有冇派过口罩啊？有冇送嗰啲口罩出嚟啊？你乜都冇啊！人哋疫情啊，有个嗰个令啊，你哋仲出去搞事啊？借住话咩争取自由啊？又话咩仇恨？喂，佢而家政府啊，我哋社会有咩对你唔住啊？杀你老豆老母啊？系嘛？自由治你老母啊！你乜嘢都做唔到，你一事无成。好心你俾心机读下书啦，有知识、有能力、有本领，第日你想争取乜嘢都有。你而家乜都冇嘅时候，麻烦你收皮，翻屋企慢慢读好书。跟住，如果你翻工嘅，努力啲做嘢向上流，第日做到一个高职位或者自己创业有自己去王维基咁，你想有四咪有四咯，能力又冇，乜都冇。好心啦，好嘛？系啦，嗱，各位网民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高 Sir 咧呢番话唔系同你讲嘅，即系对住一啲即系我哋叫今日高 Sir 真系睇唔过眼，即系非常之愤怒，虽然好攰，而家夜晚黑十二点几啊，接近一点钟，但系我都要录呢条片啊，即系凉都未冲啊，你见今日晒到即系两即系红晒啊，咁但系即系嗰个啊都系一样。即係有啲咁嘅事件，我認為係一班政棍，即係政棍，即係嗰個喺度掩飾一個暴力，同埋尤其是咩戴耀廷啊、戴耀呢咁嘅 PK 啊，即係話過往好簡單啫嘛，你唔想俾人拉，唔好犯法咪唔會俾人拉咯，守法咪俾人唔會俾人拉咯。阿戴耀就話咧呢個思想落後，屌嗱聲又唔見啊佢自己啊！即係叫啲仔女啊咁樣做，係嘛？呢啲完全係 stupid 嘅，去老尾係嘛？即係嗰、那個即係高 Sir 真係忍唔住，我相信好多網民都忍唔住，係嘛？即係大嗰班政棍喺立法會日拉夜拉，日搞夜搞，係咪？咁基本上喂，大家都忍唔住氣嘅時候，真係需要咧，真係大家一人一票咁樣去做，希望大家咧各位網民去呼籲，即係嗰個去響應高 Sir。同大衛 Sir 啊，各位 KOL 發起嘅行動，我哋一人一票啊，有策略地啊，去懟走一班黑政棍。我哋目標都係35+，好冇？今日高 Sir 正能量分享到咁多，聽日街站再見啊，同埋節目再見，好冇？拜拜。